二楼有人，然后这边小木屋也有人。 希望那不是个先知，然后也许能抓到。
地下室一样。 刀了吗？ 我日，他传过来了。 打的真的是让人没脾气。
找啥呢？哎，早点下一局吧。我操，一局给1200，好受伤了，他还是能救人，这一点就是很烦。 是个空姐，不是空姐就追，他还放两个。 别别别！哦哟妈耶！叫他盒子用完了，三个盒子全都放了。 交通中间过来的，是不是卡插刀了？哦哟！ 保平了，当时小猫保平了，我是升的台上了的，没办法了，我要守的话肯定就完了。 他就能秒倒了，还有好多没修完。
打了个钻。 钻头居然装来的挺亏的，本来就可以打魔术是一个受伤的。烟机不适合开直道具，走过去吧。 这是个浅空啊。 我干嘛要蓄力刀啊？醉了，干嘛要蓄力刀？ 秒救也不中，找人去了。这机会把板踩了吧，然后捡推进器。教堂中间就捡一个。不对，应该是换人救了。前锋没来。 二挂了，发疯啊！这不是。
敌手速我不介意的，比一下呗。教堂中间有推进器，叫去了。也不应该啊，要找地窖的话，他应该在这吧。我勒个去，有球！他刷地窖了，跳了。他抽了个球。这里也没推进器，这个地方已经穷惯了，真的是穷的只能去穷屋捡个推进器，我也是醉了，现在加分了。真的悲催，每次都要去穷屋拿个推进器。没听见声音，我不知道是谁，看一下吧。先知那就锤。还不知道刺刀。进阶的让
哇，节奏好差。一直让。这台电机不好守啊，这是个室内电机。喂。还是那点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不然要打你仗。这门开了，赶不过去了。菜帮他干啥呀？哇，这是个佣兵，差点走错了，魔术师。
调枪。盖了，真是。打他没用了，想跑，想跑。哇，没怼人啊，打得特别闪。还要大心脏，打得太闪了。一下怼这个，一下怼那个的。可惜了，他把我丝全排了，排的话有机会。
什么意思？现在咱们这还有怀表啊？一摊一摊，一起摊的，看能不能摊得到。谢了。我说这个耳鸣怎么还在？北京。没怀表，摊个扯皮。